七十四号彭家区朱楼商会庄伟杰，要延任这个会长交接典礼到这个彭记主任，啊，主持人雄雄吼，啊，有代志吼，啊，我来插嘴吼，啊，而且要咱各位亲爱的这个同齐精英吼，啊，社团代表吼，啊，贵宾大家大家好。欢迎您来参加阮这同济会慈善会吼，阮第九届甲第十届的这个会长交接啦吼。啊，我是慈善同济会会长啦，啊，主持人都拄啊小三先生吼，啊，等你甲欢迎。啊，今日暗会吼，主持啊，着由我来暂时来主持下咧啦吼。啊，我是较慢慢啦，主持啊，若较无好势势哦，啊，较停啊，咱面前的烧酒啊，尽量啉，尽量甲变好做，安尼就好来。啊，咱这边吼，节目吼也邀请到咱大台南吼，也是阮大哥吼，啊，伊来办这团吼，做红商大乐团吼，一个演讲，他将伊这演讲吼内底吼做了真好哦。啊，搁有邀请到咱这专辑吼，啊，上出名这孙韵舞蹈团吼，啊，较前下我会来讨论现场。啊，尤其搁较特别吼，就是。伫咱这三个月来的时吼，要感谢这会社吼，啊，这美丽的会社是吼，因有来奋力一个这肚皮舞啦，哦啊，差点啊吼，咱这来甲就伫甲看卖咧啦吼，啊，伊是作用性啊，连要甲三个月了吼，啊，过来，咱要来感谢就讲吼，啊，咱即将要入职的这前会长吼，啊，伊这一年来吼。啊，诶，这里外口安尼吼，热心公益吼，啊，翁仔某啊，拢同心安尼吼，包括因太太是啊，来到乡里来，谢谢。好，时间到。